目主持人李小春、董志成、吴冠。现在红白胜利，六大喜。嗨呀！1996年奥运即将要展开了，是的。想必各位在家里可以再欣赏到4年1度的伟大的奥运，是每个伟大的运动员在竞技场上杰出的表现。哎呀，这是力与美的结合。是的，这一次呢，最为人称赞的呢，就是这个奥运的主题曲。好，讲到这个主题曲，每年的奥运4年才1次啊。嗯，我们希望这次我们的团体能够为国争光，祝他们一路顺风，勇夺金牌。是，所以这个主题曲《一路顺风》是我们瓜哥所演唱的。需要这个荣幸吗？这个刚刚开场呢，是介绍这个奥运。马上展开啦，是，各位可以在家里呢尽情的欣赏精彩的奥运的画面，是的，但是还没到呢，还是要欣赏我们的红白胜利。好，马上介绍今天的们这个啊特别来宾的阵容卡司，是金牌锦标军呐、首先介绍的第一位是我们诸葛亮的最爱蔡家红，大家好，红白胜利，收视率胜利。接下来介绍这位是眉开眼笑，在被封杀之后最。解严的解禁王子任贤齐，大家好，红白胜利稳坐第一。好，就是现在你看又大言不惭，是小心又上不了节目啊。接下来要介绍这位新国民美少女，也是知道之花哎，变态小公主何雨文。大家好，红白胜利一定冠军。讲话要诚恳，从第一位说到第三位还是同样的台词，只是发型不一样。是的，何以文，接下来就要好好介绍一下。好，这位是我的好友，年轻有为，哎，而且可以说是青年才俊，哎，勇夺十大这个啊杰出青年，哎，不可多得的一位英俊的少年，是我们国内年轻的企业家，是出类拔萃的一位少年，可以说伟人与跟圣人的结合。李阳冲线，嗨，大家好，红白胜利有够臭屁。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在前面按那个旁边，旁边呢？因为他是好朋友，他爸爸也是我好朋友。哎，接下来介绍这位是新加坡的巴古德。哎，海南鸡饭还让人容易下咽。让我们掌声欢迎陈洁仪。好，陈洁仪来到红白胜利，我不再伤心。哎，性感美少女了啊！接下来介绍这位是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人见人恨，张口鼠目，宝岛美少年，够了，美就是心中有爱，美就是脸长得很帅，谢谢。因为本来要同情他了，听他讲这一段话，美和戏，这是人丑一见，是是是。不是，你不能这样讲，人还长得可以。是，哎，蜜是真的很贱。你管这个杨宗宪插嘴，听到没？没有，没有插呗。这个他又不是叫吴宗宪。来，接下来介绍这位，哎，是可以说经商失败，穷困潦倒，晚景凄凉，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人见人恨的学长，那就是宝岛美少年的学长。郭子，嗨，大家好，红白胜利，大家开心。很难得啊，郭子跟美少年联袂登台。好，接下来介绍这位是第一开始输给郭子，然后现在输给任贤齐，对，因为苏慧伦给每个人都有机会，没有什么原则，这乱配。苏慧伦，大家好，红白胜利。胜利之后就不会有出过的天空。因为苏慧伦是最好的歌友会的搭档，对啊，跟这个郭子合作，最近跟任贤齐又合作，非常好。怎么越来越差？最早是跟成龙啊，洗衣拜拜啊，将来又跟美少年，衣服蛮合的耶，晚景凄凉。
童年不愉快就算了。哎，我们节目怎么会把人家讲得这么难？以后谁来上我们节目？真是，华哥，接下来这个好听的，好好介绍一下。好听的，好听的。林度也这么优秀，这么优秀。那请加林就林度哎，加崩加度哎，寡掉寡度哎，困来困度哎，是啊。来听歌都爱听李度，红白胜利，收视第一。李度的歌声，真正会当多是伊。接下来介绍是歌坛的三巨头，沈芳如。你很急吗？红白胜利，大家欢喜，大家好，是沈芳如。三巨头里面包括了我们最小的是张宇，第二大是方文琳，最大就是沈芳如。他有一只头发多了一点。好，马上进行我们的音痴大考验。大家门关起来。好。好，没问题。要比动作，用鼻音哼的哈。来，请看。我是猫，一只加剧的猫。我是猫，一只白胖的猫。可以哼吗？嗯哼哼，嗯哼哼哼哼哼。动作做起来啊！预备，开始。嗯哼哼。的心啊，啊啊，我的爹啊！又是一个小便。我觉得基本上感觉很像黄梅调那种，什么人潇洒，心温存。就是这首歌叫做《戏凤》，戏凤，戏凤。对，怎么可能呢？不是黄梅调，是。梅兰梅兰我爱你，你像兰花招人迷。好，谢谢。真的是，哎，观众很久没看到我，都是在想念，知道吗？有吗？有人写信来吗？有写信哦，哎呦，我都回不完哦，才这么晚才来。节目开播的时候，他连续来了三四集，收视率一直就爬不起来。后来离开之后，收视率节节高升。你知道节节高升是为什么？我不晓得为什么一直在等我，看我能不能出现，等的都已经节节高升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制作单位是这个寿星公吃砒霜，活得不耐，特地从法国包请回来。我正在学舞蹈，进修。他最近在法国餐厅在当服务生。好了，我要讲答案了。我觉得刚刚因为他这个动作的关系，所以我觉得是我独一无二，千里啊。这样子啊。我想杨丽花会喜欢你。是，然后就变成他的团员。已经签约了。其实我觉得旋律应该跟那个完全不一样，我觉得是我这边弄错的。嗯，对。那你觉得是什么歌？可能是那种后来我听一听，我觉得很像你刚才瓜哥讲的那个原住民的。欢迎新加坡原住民，新加坡也有原住民，也有啊。没，对，可是那是马来人。马来人。对，可是不是这样，马来人的不是。我是原住兽，这样可以吗？原住兽啊，是尼格玛的音乐啊，尼格玛。我知道一定对。
应该是这样，因为其实任贤齐讲很清楚，我是猫，喵喵喵。我是猫。应该任贤齐会猜这个，我猜，因为我。可是任贤齐不是猜的，不是猜，要个性，要个性。是我的歌嘛？啊。I feel good, baby, I feel so good now。哎，一样吗？我是猫，猫猫猫。一样调调。I feel good， 喵喵喵。来来，我看一下。制作人在家里，只要都这个歌抽到那首歌，就可以版税抽了，你知道吗？假货台，真的很像哎。I feel good， 我是猫。哎、欸、，Baby I feel so good now， 一直加剧的猫。哎、何宇文很厉害，我们把它调到苏慧伦那个位置。宝岛美少年来，那就不是英姿大考验这么简单啦、啊。小时候我们都做过劳作、工艺啊等等，粘土。做过粘土，现在小孩子幸福。以前我们正在盖房子，那个烂泥巴有没有？地上挖的呢？对啊，那砰大洞就下去补啊，把那泥巴赢过来，然后坐飞机去晒干啊，第二天就裂掉又哭啊。我怎么也是这样子呢？我们年次那么重啊？你也是六？是，我是62年次。啊，比我大2岁哦。下面更小，啊，搞到拖了以后我们变就没更小了。来了，我们看题目啦。好，请看音乐。请每个人有15秒的音乐，15秒的音乐，好，请看音乐，你摆好给人家看。好，请看。请看，要给他看看哪一个？你怎么粘着？好，不要动，请看。请看，好，请看。做什么东西啊？不要动，请看，来给他看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好，不要动。哎，好了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任贤齐，你做的是什么？终于原著，有点像那个贝壳，啊，贝壳，哦。
我看何以文做什么？何以文你做什么？很像。来，我看，一个很丑的贝壳，越来越有型啊！这胎儿的变化啊，这什么物件？会长这个样子，要自杀了。这个乌龟越来越成型啊，这是杨宗宪的乌龟。巴西绿蜥龟，哎、欸，这个颜色还跟郭子颜衣服颜色相配的、欸，是哦，原来是按照郭子的形做的，做的，是看他的人做的，不是看他做出什么，不是看他的图。但是乌龟越做越好，这个乌龟就好了，他的、还有绿叫做的很好，绿头大忍者龟，头很香，那个头是看杨宗宪做的。这个乌龟就越做越像，可是前面是不是做乌龟呢？我们看看你做什么东西。沈芳如，这是鱼啊。这是鱼吗？我们把它缠，我们把它缠起来再说。来，我们煎鱼，这是它。摔死！更看不出来是鱼。各位看，他做的鱼是这个鱼，请问头在哪里的？这样看，头在这边，哦、眼睛一半还没有粘好。观众，这是沈芳如。做出来的鱼，翅膀吧，这是有翅膀 的鱼，它是飞鱼。啊，拔不起来，看我把它煎起来，我看它已经煎成这个样子。嗯，这叫比目鱼，比目鱼是一半的。啊，痛痛痛，一袋，变成一只青蛙，猪八戒。红萝卜，是鱼啊，你像番薯。哎，徐若瑄，这只鱼在拍写真集。对，没有吃，没有那个鳍，鳍的鳍，也没有那个鳃，也没有嘴巴，好像金鱼一样啊。这个来天本的本鳍。哎，做的最好的是。嗯，开玩笑，新国民美少年，果然他有才艺。樱花钩吻龟，国宝鱼。樱花钩吻龟，好不错。听过的国内歌曲很少吧？对，比较少，所以好紧张。尽量了啊，忠于原著，来，请看。还在搞这种游戏，你是一只大笨猪，你是一只大笨猪，讨杂丢车吗？你写的小哥哥，丢破啥的？因为小朋友这样子比，他到后面才比这样子。哇，锄头的意思是，这是一首老歌。我要，我要你，我要你的，你为什么还不回来？哎，这首歌，哎，好。不错，
直接掉过。我倒是有不一样的见解呢。啊，那不重要，没人要听。真的没有人要听吗？啊、请说，勉强听啊。我觉得那个、哦、这个歌手跟我的外形极酷似。哦，哪一位？郭金发还是？那个，我不知道是谁，可是我觉得他外形跟我很酷。留不住，留不住。我们谢谢，我们美少年跟留不住有这么样的好的情谊姻缘，怎么样？谢谢谢谢谢谢。白冰冰的，哎，怎么？啊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待会我们在节目中好好访问一下，先来帮我们做做这个捏捏看，好，注意啊，答案准备看啊。好，停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好，停个。好，那今天拿不起。好，请看。哦吼。哦。什么东西、啊？来 ，OK。好，请看。请看，表情很糟糕。好，好看。小琪告诉我们这是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掉到地上，披萨。哦，披萨，掉地披萨，掉地上披萨。何同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昨天这个是什么？被人啊？是岩浆留下来哦。啊，还有两个人在这里逃难。那有没有恐龙？你看，嗯，恐龙是这个，有没有看到？哦。没想到这种思想，现在是大学生的思想。是，升学压力让这个人疯了啊！这什么东西？这好像只有一种说法，可是讲出来好像有点不太文雅。什么意思？可是它真的很像米田共。大，数数大便是美。这个是英啊创奇赛，有偏骂骂号。这个是也是看郭子脸做的吗？
其实它是一个外太空掉下来的陨石。哦，陨石啊，真是砸烂了，终于出行了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太阳花，太阳花，哦，向日葵。哎呦，做得好。神放路，大理石。哦，他在做大理石，我看去做瓷砖好了，比较快一点，踩一踩就可以做了嘛。有这种大理石吗？不是，我看前面的蔡姐，她那个上面有个花纹。这个人很无聊，做他自己的画像，巫婆。花篮前面有水果，但真正做的答案，他做这个东西就是就下面米呀，给他逛街，我拜托。我觉得好像那个。韭菜盒子，哦，韭菜盒子，它那个比较像韭菜盒，你那什么？是，我觉得这个像那个摆在家里，可能是用玻璃做的一种山还是什么。哦，特色好像可以这样，这边可以这样站着。哦，装饰品，水晶玻璃，可是我怎么看都像水饺哎，水饺这个更像，水饺对不对？这个是水饺，可以吃肉的。筷子都做好了，哎，没有酱油盘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这个是什么？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吗？这是第一个看到做出来的东西。你们猜看这是什么？你不要讲了，这是什么？啊，元宝。元宝。猜元宝的请举手。还有没有别的答案？我去像香蕉。香蕉嘛，对不对？香蕉。水饺。香蕉。水饺香蕉。好，正确答案呢？我告诉各位，它是月亮。月亮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里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马上进行我们的大现场。各位，这是10公斤的脂肪，哦，它减掉多少公斤？就是啊，统计国内每10个人就有3个人是胖子，尤其是小朋友也笼罩在胖子的流行风暴中，各种千奇百怪的减肥方法纷纷出笼。红白胜利今天就要和大家讨论这个犀利的话题。上周播出脚底按摩回响很大，很多人说，哎呦，那个什么，这个郭子的身体有那么差吗？谁的身体又怎么样啊？其实真的是什么到末期，只是稍微要注意一下。是是，但是每个人脚底啊都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。等到你脚底按的每个都地方不痛的时候，你就是个完人呐，啊，就没有，那个时候脚啊，那时候脚也可以锯掉了，因为已经没有知觉了，双脚麻木。所以我们本着救世济人、寓教于乐节目的宗旨，这个礼拜我们要谈谈营养。根据统计，我们肥胖的人数啊已经超过了30%。哎呦，各位常常在这个学校小学生放学的时候，哇，放学你看那交通指挥很多人胖了，砰砰砰砰砰，哎呦，那个肥胖的几率过高了，已经超过30%了。所以这个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一下，减肥到底有没有成功的？到底要怎么样减肥才符合健康？这是最重要。然后电视机前面的参与我们共同讨论。是，我给你5分钟。你给我5分钟，我给你全部健康。你给我5分钟，我让您瘦10公斤。瘦10公斤不是难事，很困难。今天我们有奇迹，还有这个证人在现场，让大家了解一下。有证人，我们就开庭。传证人什么话？徐若瑄不用剪了，大家她身材没有秘密啦，有目共睹啊。写真集也看到了。我要剪啊！啊，还要剪啊！是摄影师陈明哲大哥，他拍照很好，还要打光。他叫他去剪叶爱玲的吧？啊，叶姐蛮瘦的。因为我觉得女孩子胖的时候，这个肚子还有屁股这边、臀部这边比较容易胖。是，而且女孩子有时候你看穿泳装的时候，屁股这个还没关系，有的时候会多一块肉。而且一跑上面还有黏液，那真的跟那个什么神灯一样，好像穿灯笼裤。但是游泳时候有帮助啊，它会推波助澜。
我原来靠那个蝶泳。我是这样。苏慧伦，我知道最近那个很流行一种，就是要擦一点东西，它会燃烧脂肪。对对对，对。那就有听众很多朋友，就是比如说女生，就是腹部比较胖嘛，那就在擦那个时候就很害怕擦错地方。是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效，我最近也被人拿擦眼袋，消耗脂肪，下垂。郭子曾经减过10公斤。对，我在 上一个舞台剧的时候，因为要男扮女装，所以减肥那时候3个月减10公斤。然后呢，因为最后一个月的时候还穿束腰，因为腰要到23，所以束了一个月，就真的到23。结果现在呢，胖的地方就从腰开始胖起。所以那是运动啊。现在多少？33。没有啦，现在大概30到31。哦，已经算。我差不多，我35腰，但是有淤血的情形。哦，有勒，有手勒啊。像我也是减过肥，我以前脸也是圆的。哦，那我站在路边，公车都停下来，以为有个站牌在那边，走到哪里人家都停。奇怪，奇怪，这不这站都无咧奇怪，我觉得卡白啊，你卡白啊，安到变成本垒包咧。结果很生气，因为基隆的那个站牌是圆的嘛。哦。结果后来我瘦了变方脸，我来台北，台北公车停了，台北的公车站牌西港。哇，就奇了，那命歹。你唔当徛在路边。那真正无公车，六张你去就你去骑一下，车嘛就要停。小齐呢？因为我是体育系的哈，像我在念书的时候，很多同学是胖子，因为运动员运动量减少之后，还有这个听说那个兵役问题啊，可以吃重一点的话，那个不用当兵。所以不能讲出来。你到我们班上去说，哎，大号哎，一半的人回头，什么担心？就是为了不想当兵。哎，可能是因为我们运动量减少了，因为念到4年级的文科比较多。那多辛苦啊，要把手打断多久，还可以接上去。后来很多人去减重，就是可能节食啊，运动量在恢复，可是又发现一个问题。可能就是本来有这么宽的体胖，然后瘦下来之后有妊娠纹的出现。哎呦，好像泄了气的那个轮胎一样。对对，就会有那种皱。看到讲人在头前行，我后边佫拖一块皮。我一个朋友，伊妈妈嘛是安尼。安尼哦。吼，那肥的时候脸好大。哎呦。哎呦，一个朋友来吃电铃哇，就减肥以后，我面皮拢落落去哇。哎呦，啥人啊？像那沙皮果嘞。我听你在讲。真正减肥好成功的根本皮不会皱，对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借着大家呢讲到这个减肥的经验，要告诉大家健康的准则，到底体重要多少，身高要多少，你身上脂肪到底多出来多少才是标准，吃的东西要怎么样吃，我们请了营养师来，专家来，营养师，王营养师请，营养师就是标准的身材，你看人的体重跟身高的比例是多少？有公式的算法，其实体重跟身高的算法有很多，那有很多公式。讲一个比较简单的，就是说以男性来讲的话，就是身高减80乘以0.7。啊，比如说，对，168减掉80，88乘以0.7是多少？62公斤啊，62、63左右。我不要活了。你现在多少？72。瓜哥，72。多10公斤怎么办呢？就是要减呐，哦，然后女孩子的算法的话，就是身高减掉70乘以0.6。身高减掉70，我们陈杰乙的乘以0.6。0.6，95乘以69。57，57，差不多吧。那它算标准，其他都算瘦了。在理想体重的正负10%之间都是理想的。对。这个机器是脂肪的机器是不是？它是测我们身体脂肪的比例。那请营养师帮我们测一下啦。我们先从任贤齐开始啦，来小齐，来，怎么测呢？这个脂肪是多少才是标准呢？以男孩子来讲的话，身体的比例的话是20%到25%，15%到20%。那这个出现 percent 吗？对，它会出现百分比，20%到25%，15%到20%，对不起，女孩子是20%到25%，20%到25%，15%到20%，女孩子的体脂肪比例比较高。好，待会我们找那个肥胖的同学下来，你下来，不要再说他了，他们家他是最瘦，多少？75.3公斤，然后他目前的体脂肪比例是18.8%。哦，对，是在18.8，对，也就是说他身体里面有14.2公斤的是脂肪组织。那是标不标准呢？算是标准的范围之内。哦，好，小胖胖叫什么名字？明真啊，哥哥叫龙翔。
81.1公斤。来，哇，他目前是81.1公斤。81.1。他的体脂肪比例有29.7%，也就是说他身体里面有24.1公斤的脂肪。哇，不得了，24.1的脂肪，过多了，过多少？因为他比较理想的话，应该是15%-20%的脂肪比例，那现在超。有增加到29.7，哎呦，多了10个，对，超过10%，也就是他的身高的话，那这个情形要怎么样减比较好？以瘦身来讲的话，其实因为每个人胖的因素不一样，你可能会从行为当中会有造成你发胖的原因。你的行为是半夜会吃饲料啊？也不一定，可能喜欢吃点心啊，零食。喜欢喝饮料。喝饮料就是很重要的因素啦。嗯，甜的东西，改喝开水。多运动啊，现在小没觉得什么，再过一阵子你会觉得很累啊。是，好，谢谢。哎呦，怎么咸鱼的味道？什么人开咸鱼罐头？把衣服脱掉啊！零钱。花跟零多高啊？178啊，168而已啦。168，你还问？哎，坏了，73.6。好，我登记一下，73.6。六。对，那身体的体脂肪比例是22.7%，还可以了哈，没有超过20%。只是说可能多增加一些活动量，啊，会更好。嗯，对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先来看看胡瓜的脂肪测试表，身高168公分，体重73.6公斤，脂肪密度是22.7%，脂肪量是16.7公斤。哎呀，是三层肉级呀。苏慧伦身高168公分，体重43.8公斤，脂肪密度是17.7%，脂肪量是7.8公斤，是里肌肉级。董志成身高165公分，体重65公斤，脂肪的密度是25.9%，脂肪量是17公斤，哎呦，是肉松级。徐若瑄身高161公分，体重45.6公斤，脂肪的密度是19.5%，脂肪量是8.9公斤，评估的结果是瘦肉级。许孝顺身高168公分，体重77公斤，脂肪的密度是30%，脂肪量是23.6公斤，是什么？猪油级。我们有没有减肥很成功的精油？请了两位呢案例来到我们现场。卓替林、李正雅。卓替林小姐25岁，曾任美语教学顾问，目前在家照顾父亲。最近因为减肥不当的死亡传闻事件，引起社会广泛的关切。李正雅先生33岁，服务业，曾经因为过胖导致高血压、三酸甘油、脂肪过高、尿酸过高。大家猜猜看，卓替林、李正雅到底谁才是减肥王？我们让大家猜猜看，他减掉几公斤？大家猜猜看，猜猜看，女生减掉几公斤？觉得呢？20。有人猜20，大部分都是20公斤，20到25左右。好，你自己减掉多少公斤？我减掉10公斤而已。啊？进来被冲了。好了，不用进来，到外面去。这个男生就是奇迹啦！男生，各位猜猜看，他减掉几公斤？来，他减掉几公斤？50。何以文说50，何以文说50，也是20。40。20。30。30。30-50，这边就出一个介绍。来，三十给我这，我这，我这来给中国哥的福利。好啊，多少？详细的给我这，25吧。25，小齐。30上下。30。好，有人猜25，有人猜30，有人猜50。同学猜多少？多少？25。25公斤。25。好，我们请这位先生自己讲，他减掉多少公斤？90。减了两个人。对，我们70几算很胖，把我整个人都减掉了。对呀，还要加20几公斤呢。您最胖的时候几公斤？161。但是你们161啊！你看他减有没有妊娠纹？没有。这真是让人太不可思议了。多少有一点，你看他手背后面就会有。有，这个还行，他的骨架还行。160几公斤，比龙翔还肥啊！你花几个月减？1年半的时间。循序渐进，我们来看看一年多前的那个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这个见证160几公斤，这个到现在，这个东西啊，口说无凭。我们可以把以前的照片来，现在70几了。哎呀，这就是他160公斤的他。
减到现在变成70公斤啊，哇，那能告诉您减肥的过程好不好？专业的营养师告诉我们，就是说三餐饮食要定时定量啊，定时定量。你以前不定时定量？因为我以前总是觉得怎么讲，早餐不吃是没有关系的。那可是现在我是觉得三餐定时定量是很重要的，而且营养要均衡，我以前很爱喝一些甜的饮料，听到没有，小朋友？甜的饮料，你不听话就刚刚像那样160几公斤啦、过油的啦，过甜的啦，我都很爱偏好啊，偏好。这油炸的，还有吃宵夜的习惯哦。那现在三餐定时定量，饮食正常以后，自然而然减下来了。早餐要吃，宵夜不要吃。你也是喜欢吃宵夜、喝酒。是干嘛？喜欢吃零食。喜欢吃零食，这是女生的癖好，没办法改变的、这个零食应该不会影响很多吧？零食的话，它营养素很低，可是它热量非常高。哦，热量会高，营养反而偏低，会胖起来。虚胖。今天谢谢营养师给我这么好的建议啊！后面再观摩你的照片。是的，是的，大家很羡慕。你看这90几公斤的肉有多少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我们先推出一个东西来，大家看一下，九十几公斤的肉，我们让大家看看，如果这个把它换算成猪肉的话，这是多少？这是多少公斤？10公斤，十公斤而已啊！减掉，各位看一下，小姐过来看一下，要看写真集啊！各位，这是10公斤的脂肪，也就是说，这是从人体刮下来的啊。那么蔡家宏刚身上有12.4，也就是说比这还要多，要减掉4公斤，就是按照营养。各位电视机前观众，你觉得说你胖10公斤怎么样？10公斤就这么多，也就是这位先生减掉9个分量那么多的肉，9倍、一年多的量，一年多的时间啊。节目我们想今天呢，告诉大家营养健康的重要性，小朋友也要知道。不讲大家都不害怕，是拼命喝饮料，拼命喝吃薯条那些啊，红白胜利，有够犀利，红白胜利，有够犀利，就是欢迎的爸爸妈妈转转乐，又是分我们红白两堆，哎，这个游戏规则大家很清楚啦，第一个先猜拳，输的人开始第一波的进攻，是在5个人过程当中。转完10圈，就往前提水。时间完了之后，我们比赛时间的快慢。然后还看看水谁比较多。获胜的可以选3个奖品，最高有5000块奖金。输的那一组呢，可以获1个奖品。好，我们现在两队请猜拳。来，两位队长先出来。猜拳决定谁先谁。输的先啊，那就先收。先收不。好，你们先。白队，你们先。你们先。这里彻底执行啊，一位。来，一位。平衡很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来，快，下面一位，好，下面，接你，快快快，争取时间，争取时间，你们有算时间的，快！
白对手用的时间是4分11秒，你们要掌握时间，他们耽误的时间太多了啊！红队就位，预备。争取时间，快，接力！来，第二位，第二位，加油！快啊！加油！白队用4分11秒，加油！红队用了5分钟的时间。水来讲的话，还是白队比较多一点。好，所以白队获胜。好，白队，你们可以选一个奖品。先选一个，有5000块的，再算几枚。再其他不知道。几号？六号。重复的号码可以选，3个号码。3个号码。4号。集合啊！56，高级泳装，和国海苔礼盒，5000元，白队的，恭喜你们！红白胜利，要恭喜！机会大家好，我们红白胜利婆婆妈妈听了，来到了南部，今天是在高雄的左营，是是哇，这是一个好所在，要回来去讲给人知，这我做兵就在这，又是你第二个故乡，在这部队那无烧水，就来这洗烧水，那无地通啉，来这地点来茶室啉，安尼哦，
郎迪，所以呢，瓜哥对这个地方的这个风俗民情相当的了解，这环境非常好，要介绍一下。在我左边有这个龙虎塔，哇，还有这个春秋阁，再过来这里，这边斗西丹元帝庙北极亭，北极玄天上帝说，底下卡去也说在，这个北极玄天上帝是保佑咱消灾解厄啊。你走这段路，内底有十八官将，哇，你就大就大诶！门口我行四大天王，哎呦，郭富城、黎明、张学友、许孝顺，我老婆呀，风调雨顺，阿妹哦，五顺子的丢，五顺五顺，啊，这边呢，我的半屏山，半屏山，孔子庙，哇，真是这个人文精神相当丰富，地理环境很好，为您做详尽的介绍。是的，嘉宾嘛，加点钱丢不丢？那叫谢谢。红白胜利！哇，热情无比！今天你头这多，我看麦啊，哦，三十八度半啊，手表有写迄几度呀？我比我甲别人无同，安尼较贵。第一位，你好，你怎么？啊，第三，我打保龄球，有气功啊。啊，有拍保龄球嘛？有气功。啊，你今天你还给他示范一个，气功表演一个，气功表演一个。哎呦，去要背着，不知安怎背。你真正有气功啊？有练练外久？练外久啊？三个月啊？三个月就出师啊？哦，不怪咱过生年拢无去。我吃鳖拢无感觉。我是有闻到怪怪的气。后悔。来杯。预备！是。哎呦！救人哦！耶！救人哦！下面位，哎，什么代志？哎，什么代志？哇，你脚趾头很性格哈，还涂黑色的，不简单。工厂直营有便宜。阿妹兄，您安光威不？面面的。请你外口人都卖转来啊！哈，一定要卖。你莫拢卖管你啊！来一杯，过来。好啦。大力，啊，较大力嘞。哦，护肤礼券。有个欧比山。哎，我来叫检查一下片有啥物问题。来，下面一位，一红一欧欧比山。哎，这是管一里欧。贵姓？李呀，李太太啊，李小姐都可以，啊都可以呀。谢你哦，你家庭主妇。对。啊，你唔等于煮饭在家创啥？现在好命啊，看四个孙子啊，哎，煮饭。四个孙啊，哦，画不出来。这少年，叫一个，两个，真好命。过两个咧受罪也未起来，家未使受罪。二年级了啊，一杯，这么快。好，夫妇礼券。下面一位，我姓叶，叶小姐，叶太太。你阿表恁阿嘛？不是。啊，不是啊，不是。未使有别讲究，等下做代志。对调调，几个囝？两个。两个小孩还没带来啊？有啊，一个在。啊，哦，刚刚是你妈妈。婆婆。婆婆。婆婆妈妈。哎，弟弟的。哎，标准的，来。预备，开始。下面呢，罗史都华啊 ，Rock Stewart， 贵姓啊？姓柯，柯啊，哎，来一杯，来。叫你踢球，不是在破坏，来个失败，叫你。有够机会，够失败，我希望你踢到一万块。卡大来了！傻败啊，又困啊！事不过三。啊，下面位。哎呦，这位小姐这里没人，牛波王来啊！阿你，今日来个这所在，你不吃胃病来走出来？我们太太替我报名。啊，你太太替你报名，恁太太嘞？我太太也去翕相。啊，也去翕相啊！我做工课，也报名。来一杯。来。
哎呀，太刁，哎呀，太刁。你球飞起啊，你啊飞起，那个一摆，那球收关起啊，一粒球无起啊，赔一百块。他的。啊，野狗，下面一位。你听见那野狗了？对，你好，贵姓？姓何。何何太太。哦，先生姓林啊。哦，林小姐，林太太。那他姓什么？姓林啊，哦，姓林啊，几个月啊？五个多月，我们摸摸看好不好？哇，我好喜欢那个孕妇啊，看她怀小孩啊，小孩真的很可爱，是未来的希望。哎，那你这样听会不会危险？听小力一点嘛。你卡谁来了？你来不叫你阿来谈？我让你妈走啊！哦，在当兵啊？对，职业军人。哦，职业军人啊，保卫国家。是，那我们就好好的帮你加油。要不要向你阿讲话？哦，妈做矿难接棒呢。快掉！哎，刚刚矿难的花心娘啦。老公叫什么名？林清风。清风啊。哎，他在妈主要自己好好照顾自己，然后保卫国家，然后等他回来的时候，宝宝已经。快要生了，中间都不能回来啊？可以啦，只是他现在去还没有回来的时候还不会生。哦，那刚好，职业军人啊，很辛苦，是保国为民，向你致上最崇高敬意。辛苦啦，我们会帮你好好照顾这个小孩。是，1万块送给他啊。卖卖你，我们用钱不好吧？对，你好好踢，好多踢几次，一定要踢到有啊，预备。三次，再多踢一下。家里有缺什么尽量踢。一万块，缺一万块啊，就踢到中为止。来一杯。哦，过一摆，看你赛的。过一摆，看这里啊，看这里，看这里啊。哦，香蕉球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下面一位，荷兰的署长。哎呦，你好，你好。哇，这今麦出山几多啊？哦，来上篮煮钱。我看你家里来鸡了，就我家啦，给我包。今麦来鸡那无看到。哦。家没出来。哦。家没出来了。你家我家拍这个好的品种，一季就碎了呗。哦。吃个够看戏。哦。夹不出来，够不够？夹好夹，夹丁啊！对，我太太租户那个租户啊，东西啊，总干事呀。好啊，中午啊，派谁啊？赶紧调调过来跟家。哎，我今天去吼，啊，代表阮中央湾这边红包奖，欢迎欢迎一万元，啊，好来欢迎咱华西红白胜利啊对抗哈，啊，今天做非常啊，欢迎咱吴华先生那个在给啊在。作为工作人员来，我叫阿孙啊啦，我不是工作人员。我希望你能赚到一万块。来哦，啊，吃牛肉，啊，来杯，来。干叔，多一摆，你也要客气啊。哎呀，跳起来。啊，卖钱的啊，无钱走去啊。今日杯啊，半花去啦。半杯，我新杯啊，半杯哈。我会掉一万块未？来，求者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哦，千里嘛是同款哈。你好。四万块，哎，无人赚到一万块。阿你我先后摆拢卖问，免讲问回答，哎，就丢一万。哦，阿彪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多谢多谢。我们奖金送出去，是，表示咱都在有球，是，有球有，啊，什么代志？有人要赚哈？唔是讲要分一万块，伊讲袂使。何太太恭喜你啊！哦，一万块要安怎开？要捐出去还是？卖讲为难，哎，哎啊。一万块啊！这是我家己的钱，看我放弃无？一万块带你到制作单位呢，哈！这是我家己的，伊错一个，卖一直看。哇，
度假，我一来这拜拜有公公，哎，我这边呢有零有星哈，哎，要赚一万块，尽量给人哈欢喜登去，真正赚到啊，哎，我们来更精彩的单元呐，希望大家跟支持棒球哥的，好，拜谢你。怎么会放下，就是放心的下阿妈一个人在那个地方？因为我去那边也赚钱啊，我领的薪水为自己来给养阿妈。全省到处去巡回演出啊，每个月我们的阿英每个月赚的钱一毛都不剩，被砸空，弄家的，家庭还好阿妈呢。观他酸甜苦辣、喜怒哀乐，都是我的成长。上个星期推出彭佳佳的故事，他的奋斗的过程，很多观众朋友感动，甚至于写信在包装杂志赞扬我们的节目非常用心。对，一般的这个写信呢，到这个报社呢去投书，100封里面只有一封是赞美的。对，我们非常荣幸的呢，借由这样的故事，让很多的朋友呢了解一下这个艺人的奋斗过程是很艰辛的。现在的年轻朋友过得富裕的生活，是父母亲非常疼爱。想当年我们像我们这一辈老一辈的，他们辛苦的过程已经渐渐没有看见了。是啊，台湾经济的成长，经济的起飞，那让我们现在的儿童呢可以享受在这个幸福的家庭当中。对，做一个成功的人的故事，有的观众不一定认识，看起来没有感情，是，但是要做艺人大家熟悉又有成功的故事，除非他年纪要有一定的年纪才行。对，他有他的既定的历史，这种人非常难找。今天找到一位故宫博物院的刚刚展览回国什么国宝级的人物，是，哎，这个曾经也在戏团里面担任过演出，当家的台柱，哎，但是他的过程呢那真是非常感，我们拍他的时候呢是一面掉眼泪一面在演啊，当初在看他的故事就已经快要流眼泪了，是，更何况说身历其境在里面演，他的这一本书是念不完的。这位是谁呢？可以是走老来瑞运的一位，是，但是台湾虎臂胳膊之称的，但待人非常宽厚，做人非常成功，一起来欢迎文英小姐。想到文英呢，各位小朋友大家好，非常温柔的问候，是是是是啊，这小孩子呢很勉强的叫文英，文英满天下，越老他越开花，越老越葵灰啊，杠定葵灰的，给几代，起码是越来越昂啊，安尼吼，但很难得介绍他，因为他上这个节目很害怕，讲我卡卡故事叫悲哀呢，干部，是啊，就是啊，我是哦，我是讲哦，我今嘛你干阿讲我。我的过去，我的囡仔时代，参像恁安尼，所以你拄只已经讲过啊。即卖囡仔正经足好命，你若感觉讲我的过去，你就感觉讲，有时候有都我不相信嘞，讲没有灵嘞，没有那么夸张啦。所以他们今天呢，看这个故事，以为看连续剧，看完就算了。连续剧不一样，连续剧是编撰出来的。我的成长，他所有的剧情都是根据真人真事去改编的。文英阿姨她有爸爸妈妈，可是从小她就不知道她爸爸妈妈在哪里。抚养长大的不是她爸爸妈妈，我是养女。养女就是会养的女人，现在贵宾呀，这是让人家养认养的。她的身世非常可怜，我们拍的这一段，待会再来访问文英阿姨，来，请看。从小就送人当养女的文英阿姨，她的童年时期正值日本统治台湾、美军经常空袭的年代，因此当时的日子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难过。阿公，你回来啊？阿英回来啊？嘿，好不？哇，嘛是安尼。哎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位可爱的小姑娘是？哦，我叫做文英啦。日本名字叫做 Echo， 就是英子的意思。啊，这位倒的哦，迄就是阮的阿公啦。啊，这位哦，就是上届听话的阿妈。哎，今天看你油炸粿甲豆腐，搁剩遐济，生理一定足歹的吼。无法度啦，啊，今次嘛空虚，啊，逐天哦，安尼哦，端过来端过去，倒一个敢开钱来买物件吃啦。太袂啦！讲到这，我足伤心。那不是因为顶面空心，我的脚，我炸弹弹着，即马脚断去，我即马
哪有可能放恁两个人出去卖物件？我是足无路用的。阿公，阿公，你莫艰苦啦，阿妈，你莫哭啊啦。阿公啊，到即马哦，恁自细汉甲我车养大汉，佮对我遐尔好，我会当甲恁斗相共趁钱，我嘛足欢喜的啊，莫佮哭啊啦，好无？我读书互恁听，好无？哈，我读书互恁听吼。阿英上乖，虽然伊毋是咱亲生，但是看伊足爱读册。咱厝环境阁无法度予伊去读册，受到多恶脏。啊，较早咱的环境偌好，我不如死死好。我活在世间有啥物路用？我若死，恐惊恁两个生活可以改善，我不如来死好了。哎呀，你莫安尼讲啦！歹势啊，文英有伫啊，文英。哎呀，老师好，老师哦，要紧请老师坐，请但我讲，我是感觉哦，这囡仔伤可惜。伫学校哦，人真乖，佫够读册，成绩佫足好个。我是希望讲，你会使予咱继续佫读落，啊无足无彩。老师啊，我嘛知影讲阿英阿姨真爱读书啦。哎呀，毋讲哦，厝内面都真正有需要伊斗相共啊。我带你看我年岁这么大啦，因阿公哦，我脚受伤，安尼规工都倒的啦。我哪有钱给伊读书啊？阿妈，卖阁讲啊啦，其实我根本就无爱读书的啦。天啊！继续读书啊！老师，我无爱读啊啦。老师，你听我讲，但我自细汉就是养女，啊，不过阮阿公阿妈拢对我足好诶，把我饲养大汉，我会当甲咱，甲阮厝内斗相共趁钱，我无爱去读书啊啦，我真正无爱读书啊啦。哎呀，阿公对不住你啊！阿公，你莫安尼讲啊，阿公。其实，在文英的心里是相当喜欢念书的。可是环境终归是现实。后来外公去世之后，文英和阿嬷的生活便更加的辛苦了。在三餐不济的状况之下，文英终于病了。英啊，阿嬷哦，欠一寡钱哦，买两个番薯啦，但哦两公无吃物件，来，你吃啦，你小有较体无啊，阿嬷。我人家较好啊啦，我嘛袂枵，咱这无简单，才欠这个钱买番薯，你吃啦，我无爱吃啦。哎呦，公囡啊，啊你看卖啦，你生到安尼啦，阿妈要哪吃会落去啦？啊，唉，即马时机这么啊热，啊恁阿公阁过身了。以后咱两个人的生活，真正不知道要安怎过才好呢。阿妈，阿英哦，阿英啊，你穿好未？穿好咱就来去啊。我穿好啦。无啊，英啊，你要去倒啊？我哎，阿妈是安尼啦，我是哦，阿英啊，因阿叔的好朋友啦。我看恁生活哦，真正有够困难的啦，我给恁想一个办法。嘿，阿英啊吼，看要跟我来去这乌鸟歌舞团表演无？吼，啊，我昨昏甲问啊，伊讲好，阮今仔日要来出发啦。乌鸟歌舞团？嘿，袂用你啦，阮阿英啊吼，袂用离开我的身躯边的啦。不是啦，伊若来去表演吼，你后摆食饭就无问题啊，啊，生活嘛较快活啊。嘿啦，回来去啦。阿妈，你和我去好不好？袂用你啦，阿妈。
阿嬷，你听我讲啊，阿嬷，我嘛足唔甘离开你的，我骨卡无想要讲去歌舞团，啊，不过这是唯一会当予咱妈孙仔过好日子的办法，阿嬷，阿嬷，阿嬷，不过阿嬷真正足唔甘离开你的。哎呀！安那，我落行吼，安尼赶火车去北港吼。今日时间袂有啊，时间袂有啊。阿妈，阿妈，好啦好啦，时间已经无早，火车吼，这时间要赶紧。好，阿英啊，行，甲阿妈休息一下。阿妈，我无。好啦。阿妈。阿爸，英啊，你永远都爱去洗你的呢，你都爱去暗时爱打牌哦，英啊，啊英啊。文英就这样离开了最疼爱她的阿妈，远赴北港参加了全省知名的黑猫歌舞团。根据您讲的故事拍的，这个是蛮真实的了哦。嗯，有没有夸张？没有。那当初就是这样离开阿妈。对。心里怎么会放下，就是放心的下阿妈一个人在那个地方？因为我去那边也赚钱啊，我领的薪水会去来给养阿妈。嗯，全省到处去巡回演出啊，每个月我们的阿英每个月赚的钱一毛都不剩，被砸空，弄家当家当还好阿妈呢啊。阿妈，我跟你下坡不？他不会啊。你不要下坡啊。他不理啊。不要联络，大哥大。不是我们。我们那个我们老师杨三郎会替我们写。啊，你多几段是记唔到呢？大家拢在想阿妈。对。过掉真艰苦啊。对啊。啊，你我阿妈在台北，每天哭，我也在每天哭。你也是每天哭。那你自己又没有练歌，又没有跳舞，怎么去加入那个偶尿管舞团？他去那边写啊。有老师在教。就是在那个里的时候。才产生了他的啊恋情跟团员，跟刚一进门昂塞，方流昂木川啊，喜安他们的过程是什么样呢？我们先看看他当时在偶尿管舞团的剧照，哇哇笑脸哇，笑脸时代真水呢。那是穿的衫是叫波西维哦，对啊，包括他巴掌哎，哎呀，国语这叫出来表演呢。来看一下文英的剧照，来，哦，那是偶尿管舞团啊。不是，那是当时那个已经回来台北做秀的时候啊，归回那个叫做阿罗肥，以前做秀很红哦，那个查甫叫阿罗肥的，对，那你归回那时候大概三十几岁，三十几岁，刚才十八岁，另外一张啊，哎呦，这文英嘛，这个时候十八岁，哎呀，这个错了，离开阿妈的时候没多久，对，几岁离开阿妈？那个时候已经上台会跳舞了，我以前也要跳舞啊。哇，因为我十七岁去那边嘛，他去了一年都已经会上台了。哦，那肥猪猪的哦，我那嘴边一样，你还怎么怎么笑的？哦，那时候在团里是怎么过的？怎么样认识他的先生？那先生又怎么追他的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来来。文英到了黑猫歌舞团之后，一个月有80块钱的收入。照理说，这80块绝对够他一个人用，可是这80块总是在发薪水的隔天就用光了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英啊。哎呀，这一个月月给80块，啊，放在身躯边，偷偷开，唔通存顶个月安尼一些骨都用了了，知无？多谢老师。哎，哎呦，这位是不是真出名的那个阿水师嘞？你真暗嘞，我你阿妈咧卖猪脚嘞，我白招生，乌鸟跑步团的老师，都白讲真话个，哎。英啊，你下坡了？是啊。啊，小香。哦，这是要嫁我阿妈的啦。你阿妈？是啊。啥？啊，钱拢寄个转去啊？是啊。哇，老师甲你误会啊！啊，你80块拢寄转去给你阿妈，啊，你一个月啊，唔辛苦拢无钱。我不要紧啊，我到宿舍，
有通啊吃，有通啊住，啊，阮阿嬷一个人伫台北，一个人过甲足艰苦的呢。啊，安尼是可怜啦。我甲你讲哦，下个月开始，老师加予你10元，啊，你放在身躯边，豆豆开，知无？多谢老师啦。啊，唔通我今日要你阿嬷呢？好，啊，较早睏嘞，较早睏嘞，明仔载要搁表演。好。好。哎，安全事关注意，请顺时到。开会。哎呦，文英啊，你们这个黑猫歌舞团还饲养这么多猫啊、狗啊的畜生啊！迄只唔是咧，阮阿唔是伫咧卖狗啊、卖猫啊，迄哦，迄是哦，迄是要泡啊遐个查甫的啦。逐天干嘛？到这时阵哦，寝室熄灯啊，伊就哀哀叫、该该叫安尼啦，真是。好，好啦。哎、欸，你敢知影有时阵哦，伊哪个爬入来内底呢？阿英啊，你伫倒？阿英啊，我来找你阿英。你伫倒啊？那阿嬷嬷。阿英，啊，阿英，我来找你。我无想到今仔只只惊，我还能帮到你一面，我真需要你阿英啊！来，我亲亲。你要找别人的声？那，是你有病，找你阿嬷找。喂！从啥会阿好你啊？死老囝啊！三更半暝走人，安尼查某宿舍内底，你是要从啥？我的老师唔是跟我一人来啦，啊！啊，够去搞作业的风流啦，阿莫川啊，风流你到，老师，哇，这出奇怪呢，哎，我说查某在宿舍，啊，我就不安全感啦，是啊，好哩呀，你个天平啊，伊什么伊，规个拢查某干的，查某哩，啊，你个死狗囝，安尼就来，就变做不要犯规，快！咱即马都未当讲话啦，等一下老师来，要安怎来？紧走啦！遐阿妈无人知啦，阿英，来，咱紧滚！阿英啊！阿大滚嘞！阿英！你不是这样子啊！你到底在？你阿妈莫乖啊！我直接锁你。哎呀！阿英，紧来，紧困啦！紧来，莫乖乖，阿英，无人知啦。哎，袂用啊！我对你是真正真心的，你还相信我？你，我知你厝环境歹，以后我的钱你嘛会当寄转去哈。袂用啊！我要饲阮阿妈，我要趁钱给阮阿妈。三八的，你阿妈就是阮阿妈啊！咱两个到底有钱吗？阿英。喂！你紧走啊！阿英啊！喂，阿英，我对你真心啊，阿英。我知影啦，你紧走啦。阿英。你安尼我艰苦，我逐暗拢袂困啊，阿英。我对你是真心，请你相信我。阿英，我来。就这样，文英和方龙在这夜私定终身。隔天的一大早，哎呀，到底安怎了？靠近啊！阿英啊，你要知影我阿母穿啊，不是这随便的啦。咱经过这暗，阿英，你会甲我放心的，你会甲我照顾。人那是头一摆，你知道吗？知啦，我知影你头一摆人好无啊，我就甲你放下啦，我会好好甲你照顾啦吼。真的阿英，你要去倒？我要去表演啊！啊，你较早去，较早回来，我等你吼。啊，你无爱表演还是？有，我嘛要表演。后来两人终于结为夫妻，生活也是相当的幸福美满呐。
就在拍你们这个谈恋爱的过程啊，嗯，可能是比较夸张一点。有啦，不要粗鲁啦。你给他拢工，这样弄这行的啦。好难安呢。但是那个时候团体生活比较容易发生感情。是啊。那我们也是没有一个人睡啊，也是最少要的三个啊。哦，团员的女团员。对啊，那时候三个睡在一起啊。啊，我穿本凉是安那个你聊的啊？怎么追你？就是。一直叫，一直叫，叫到后来很烦，就跟他出去了。哦、真的这样？新加坡没有哪个人有流呢？他哪有你们叫的那么大声啊？喵！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没有，我参照你那里啦，刚刚又刚刚喊你粗鲁啊呢？没有，莫爱莫爱，我不要进来呀！让你试一下啊呢？我试一下，我试一下，你也不要去拜红天了。哎呀！阿英啊，安尼尔啦，哎呀，嘿啦，要出去创啥？哎，人大家拢在困啦，啊，出去创啥？啊，就讲话尔。卖假啊！正经的啊！你讲啊！讲一个话就爱较紧紧，搁等来困啦。讲一个话三顿就会饱，我都不爱死。我们有看看我们英安啊，方龙怎么说的？当初怎么追他的？就伊讲的像陶陶讲，感谢呢，咱看麦来。兄弟，你啊，你是你两个选哪爱？爱选伊那边何里爱啊？我就讲，我讲一句，迄不是伊爱我，我甲强奸的啦。哎呦，伊更加粗鲁。哎呦，我因阿姨做爱面子的，无啦，就甲秀秀出去就讲话尔啦。是啊，较保守。啊，本来就是啊。嗯。较早拢嘛是安尼啊。人家就讲我，无我直接甲伊强。哈哈哈！头一摆是伫宿舍。迄唔是宿舍啦，我们宿舍以前拢有迄戏台后边。哎呦，后台啦。宿舍啦，以前拢有迄戏台后边啊。哎呦，好台啦，超苦啊，卡救命！没有啦，恁这是讲对，我是讲以前阮困拢困伫戏台后边啊。哦，我是讲发生迄个代志，特别倒霉啦。哦，啊是看，像较早阮乌鸟的时阵，嗯，都大后道的啊，伊嘛是住伫阮内底啊。哦，大后道，嘛是大家的对。伊是阮舞台监督啊。可是那个时候，方龙给你的印象怎么样？一切人查甫较早，互你印象安那？其实诶，是还好啦，还好，哎呦，因为内面哦嘛足济啊，足济你甲我堆啊，光光叫一大堆就对了。啊，我是感觉伊算起来阁未歹啦。哦，有甲你照刚刚得到底照过阿妈就对啦，有无？也是有啦，有嘛，伊讲他真欠啦，付出一个心，哦，所以结婚遐济年啊，感情一直真好。是，但是他怎么样踏入演艺圈的这个故事要？啊，文英阿姨来讲一下啦。你的偶鸟寡妇团，那大你这个款啊来的呢？对啊，了后就是囡仔已经出世啊。嗯，啊结婚啊，结婚啊生囡仔。啊，囡仔那是大汉的，是讲阮这代拢无读书，足可怜的。嗯，所以我下一代一定吼尽量可以去读。所以离开偶鸟寡妇团，所以就已经为着要囡仔要读书，啊，我就一定爱等来台北，囡仔才有一个固定的所在，通可以读书。是啊，但是你找什么工作呢？啊，了后就是等来是还阁无工作啊。啊，佫身躯变五个囡仔，所以迄个时阵上可怜。五个啊，对啊。哎、我都听一个故事，即所以讲吼，即文英阿姨的囝要好好友好你的妈妈。起码足友好诶。因为吼，他这个文英阿姨听说是台柱啊，哦，阿姨无，因也无去你跳了，无人要看，哦、所以他六个月的时候，小孩子六个月，他还在跳。哎呦，迄个时阵别人嘛，敢那进前你都甲人签契约啊，阿姨跟别人跳个楼梯安尼啊。阿姨就是我生遐尼侪，但是嘛不要紧。啊，我是哦。其实不会啦，我常在哪里运动所以我头发都拢洗下下尔。所以现在人啊，现在人啊，三不五时的白囝都多面层，行楼梯，就是啊，人讲话搁在跳大腿，阮跳到要死，阮都也袂落去。是啊，你是生几个才离开乌鸟，生五个才离开啊？对。哦，那是还是需要。生三个，需要这个。生三个，尾啊，再搁转来台北搁生两个。那恁阿有离开无？乌鸟搞的。有啊，拢同齐转来啊。哦。为着囡仔要读书，一定爱定居在台北。是啊，我。表演的时阵就四界去，无、啊、一个好酒。所以文英阿姨呢，生五个，生到第三个时阵离开乌鸟寡妇团，两个阿公阿婆带三个囝来台北，佫生到第五个，环境到底如何？来请看，来看卖。文英和方龙结婚之后，一口气生了五个小孩，因此两夫妻只有离开黑猫歌舞团，回到台北，过着平淡清苦的生活。好啊，来，好啊，来啦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林公子，怎样？
重要啊啦，来，哦，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文英阿姨啊，小孩饿了是要喝牛奶，不是喝开水。那就爱你讲啊，我嘛知影，那就无钱头，我买乌米粉啊，啊，无买啉水是买啉什么哈？我无奶啊，对不？乖乖乖乖，哦哦。啊，转来啊！伊袂解烂啦哈！你袂晓看哦，佫剩遐济，即摆景气偌歹，卖伊卖甲气甲要死，规身躯臭毛毛，哼！哎！哎呦，你佫知影买乌米粉哦？好佳哉啊！来，紧来泡啦！哎呦，转来安尼啦，空空啦！你是甲我糟蹋嘞吼！我哪有钱通买乌米粉？这是空罐，我捡转来，看有派通牛舌无？去卖几仙仔钱啊！哎！但你这个人吼、哦……讲袂听的啦，嘿，鱼卖袂了，咱会使留喺家己食嘛。啊，你咧气啥物啦？哎、欸，我问你啦，啊，最近吼、哦，迄有人拢伫咧迄做土水的临时工，你哪会无要去食嘛？即摆建筑业就无景气，临时工找两三个排队排三四百的，咱就轮到咱。我是做一家之主，唉，一点仔路用都无，囡仔学费我唔知伫倒位来。妈妈，我回来啊！爸爸，阮老祖公吼，明仔载好爱叫阮炸钱去啦，因为明仔载好有爱心捐款的活动，啊，若是吼捐款的人上多吼，都有奖状才听呢。你讲啥？你捐钱一时起笑的吼？你无看厝的环境，食饭都有问题啊！你学费都唔知伫倒位来啊！搁捐钱，你叫老师捐款，叫伊来找看卖，厝环境偌歹，搁捐钱捐钱，哎呦，大家拢有捐啊！啊，你是安怎啦？起笑而已。好啊啦，莫骂啊啦！好啦，恁阿爸今日心情就无好咧。心情无好，咱嘛才安尼看伊心情好。无紧，阿母，那正经咱都无钱哦。嘿，阿婆，我不爱读这啊，我出来工作，我甲你赚钱。要想死哪个？到底是在讲啥物啊？啥物讲我无要读书啊？我甲你讲哦，恁阿爸甲恁阿母哦，就是无读书啦，今日才会变到安尼啦。什么工课拢袂晓做啦，敢若会晓跳舞尔啦？到即摆就离开歌舞团了吼，生活就有问题啦。我甲你讲哦，你着爱好好甲我读书哦，我会趁互你钱，趁互你读书啦。你莫亲像恁阿爸啦，一世人拢无做。好啊！你是卖恁囝卖我听呀？你放心，安那艰苦，阮就会去趁钱，互你有学费。爸爸较早就是无读册，所以敢若会晓搬道具、拆布景。伊唔通亲像恁爸安尼，莫阁讲咧，我出去外口找看有临时工无，唔免等我食饭啊。嘛无饭通好食啦。小小吼，哎，有人接无？哎呦，啊你迄、你唔是迄个大明星托山先生啊？对啊，我啊。哎呦，哎，阮昨昏哦，阁有朋友带阮去看你的秀咧，哦。嘿嘿嘿。好看啊！好看啊！请坐啊！好帅，叔叔！哎，哦，你足红的呢！你好！你光听到你做秀电视毛利呢，足笑亏！哎，好啦，也坐坐。坐，啊，昨昏哦，就是你去看我的秀，我咧舞台顶哦，看到你，奇怪，这个人我感觉面熟哦，我当起一个想哦，较早我就是乌鸟光舞团有看过你表演，吼，舞真好跳。歌唱了真赞，人阁生了水，真赞。哎呦，迄是你唔甘嫌呐，我着已经老阿囝着过个啊。哈哈，我甲你讲吼，即摆呢，阮这个吼包秀吼，一摆包拢几落栋啦，吼。啊，这内底也有人演短剧呢，啊，即摆演短剧人也真少，尤其是吼查某演员啦。我看吼，你来去演，套动赞呢。吼，我甲你讲吼，唔是安尼啦，你啊吼，这是个秀场的收入哦，是有够赞的哦。对不对？你若要来去演哦，赞哦，赞，安尼我来去捧场。你不是在讲笑是唔啦？我着较老啊，敢袂吼？哎呦，你讲到安尼，我甲你讲，包在我身上，我带你来去演，互恁家生活搁较快活。嘿，我是演你哦。当然嘛会使。哎呀，啊，你会使管，你会使打。我使管钱啊。哎呀，就好。文英阿姨在30岁左右才正式踏入了演艺圈，后来由秀场转战电视连续剧，再由电视跨入电影，以《热带鱼》一片勇夺了金马奖的最佳女配角，成为家喻户晓的名演员。
这借这个单元也可以让我们所有观众了解，因为文英阿姨虽然很快的把她的过程都拍过，是，但是一个人成功他不一定是只限于说在黄金时期，嗯，甚至是40岁、50岁都有机会。哎，真是渐入佳境、啊。是啊，是啊。最好一个楷模啊！你有足感谢托山的不？有。你有跟他联络不？有啊，我们常常都在，他比较忙。一直都一直在。现在拢在屏东啦、啊，有时在花莲啦、啊、台东啦、啊。是啊、哦，我们有打电话去求证这个事情。是是是。当初的经营都是像经济关啦呢，托线很红。是。那时候好像在中市什么农村。哎，农村客。好、哦，很够红的啦。去装卡卖油啊，吼，并不想求赚偌济钱的，托山阿西，阿西啦，过一个叫啥？过一个苦梦侠，苦梦侠，哇、啊哦，那托线只要到中南部去就红透半边天。是啊，但现在我们是透过我们这个制作单位找到，他是在屏东。我是一直该联络联络，讲袂到。伊生活到底过得如何呢？伊即马足好个啊，足好个啊，伊袂跋筊，袂啉酒，欠着钱，是啊，算是真忠厚老实。上、好就是讲哦，甲咱魏英姐啊，安尼好一个机会，今仔日咱。到欣赏到伊这样精湛的演技，是啊，所以他看到我们这个文英，文英私底下有常常聊到，所以对人爱感恩啊，所以今天你请你来上阮节目，阮足感动，足感谢，阮制作单位尽量给你拍啊足实在，而且阮啊透过我们华视拍的 SNG 转播车，是到了屏东。到他家里，我们现场连线，嗯，今晚我们在接通嘛，我请导播去，导播有没有接通？导播，他人在屏东嘛。OK 的 ，OK 啊，接通把这个电话接到我们现场来，好不好？来跟文英问候一下，文英问一下，哎呀，你好吧？嗯，未啦，未歹啦，未歹啊。都好，你即马才有好啊，好，你即马才有好。无啦，我即马是要在遮甲你感谢，讲以前啊，那是无你啊，嘛无今仔日的我。当初的情形，咱请托山先生过来讲一遍哦，啊，当初是什么样情形？哦，较早早哦，那是讲艺人。伊比我搁较早哩，只，人伊较早伫乌鸟歌舞团咧跳舞，我迄阵还搁咧做男模囡啊，啊！你看伊咧跳舞，哇，这个袂歹啊，啊，搁来搁小灯，啊，我入业界，咱才小灯，啊，才叫伊来参加我的这个鼓舞舞，啊，再落去做吼，啊，人伊也真拍拼，我即摆人伊足成功诶。恭喜啦，恭喜啦！谢谢呀、啊，拍算好媳妇好报，啊，你家己爱保重哦。那有闲哦，嘿，来台东迄较早迄个，迄只好车就对啦。迄、那个第一届棒球冠军的红叶有无？哦，红叶啊，我拢。我上次有去拍过啊。啊，我只做牧场嘛。哦，牧场哦。来吼，来只饲羊嘛。哦，好啦，好饲青蛙吃咧。好嘞哦，谢谢你哈，谢谢，谢谢。红叶村。它有设保护区，我们上次拍《一路顺风》有去那边，是是是，蛮好的一个地方。是啊，对，托山。人伊足俭的，啊，即马拢伫遐买地，买吼，买地啊，做做牧场。成功哦，就怡情养性啊，嘿，离开这种繁华的世界，对对对，啊，过着清淡的生活，的确让人羡慕。啊，有机会，咱请托山老大来登来，咱请伊食饭。是啊，好好甲感谢一下。是是是。像人一生中哦，会当拄着这款的机会足少的。对对，等下有一个特别来宾来。准备给你献花啦！哎，啊，哎呦，我们这当的多用心。是啊，我打过你一趟来。我坐个飞机哦，那个飞机是的目标嘛，哦，票就坐了，全飞了。啊嘞呀！其实他早来我们。阿金嘛，其实胡瓜你我唔知阮两个呀。哦。因为真少见呢，以前阮咧做秀，大拢唔知讲我是阮翁的某呢，大拢讲我是托山的某。哦，安尼哦，原来是安尼，这种较在娱乐圈。哦，哇，赞赞赞，母子类哈，闽南语的唱片对。这内底哦，好，托山阿西哦，崩了，文艺，带高追，好多小酒仙，这几年啊，哇，二十几年，二十几年，这个唱片敢有法度通放？你顶个放一个听看麦。好啊，导播会使未？来放一个听看卖咯，放一个听看。哎，我听看，放多一点。讲你真古锥，真缘投啦。啊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哈哈。我本人自己介绍，我是香港的华侨。搞伫我部，你看华侨。华侨啦，我是中港企业公司的董事长，彭良先生就是我。哎呀。哦。
那时阵剧本拢家己写，内底个灌歌就是歌中剧的意思，对啦。拢脱山家己想的，你像广播剧，太厉害。较早我唱的。哦，真的皮奏啦。今仔见面，敢有啥物话人讲？要请人食饭。对啊，我可能啊私底下再来讲。啊，我今麦阁讲一个吼，上帝感动的，因为迄阵啊吼足艰苦的，啊，阮囝有一天我倒要去南部去拍电影，倒头一摆。要去拍电影，啊！都不管囝无小心伫咧厝诶，都七日妈生一天，目睭去受伤。我算知影这个代志，伊就甲我讲讲，别项会使讲慢诶，囡仔着着目睭吼，去互铁顶啊插着袂使慢诶。所以你若无钱，一定爱紧甲我讲，爱知影讲我这个人吼，足歹共处，要共借钱嘿。安尼我敢若听到这句话，我永远着甲阮囝讲，讲今仔日这个目睭会好去，都是拢脱山诶功劳。年轻朋友，下那个我们下一代全部都要看你们的啦，是，好好保护自己，国家才有希望。谢谢我们文英阿姨、脱线先生，谢谢。谢谢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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